戏的事儿，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啊！我帮人打听的，你们家那帮车夫打听的？嗯，帮我看看，保密局比警察强。我当组长了啊！看什么呀？为什么烧啊？机密，这女共党不是一般人。我昨儿去狱里见她了。你见他了？他那么神，让他帮我断断谁杀的小朵。不是一女共产党能帮你这事吗？他说呢。不是你放着我你不问，你问共党去？找得着你吗？人影都见不着。也是我最近忙，这不是当组长吗？当组长吧。啊。我帮你分析了一下吧。我觉得可疑最大的就是这菜市口的屠夫，大半夜的家里有媳妇儿，他一个人往外跑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哎，哟，叔，啊，铁莲，哎，都起了啊，给你做点吃的去。哎，别弄了，我等会儿找大哥去呢。啊，天儿，你呢？我去赔不是。哎，走了，叔。哎。这娘们儿，她还真是有两下子，啊！几年前在上海，破了几桩大案，当时汪精卫还有日本人，悬赏了50,000大洋要她的人头。你拿她的资料干嘛呀？保密局进不去大哥的监狱，咱兄弟不是方便吗？秘密行动，现在我就负责这事儿。这娘们儿是来找乔总和谈的。和谈不挺好，不打仗了。咱都是穿官衣的，好什么呀？那党国半壁江山都没了，再这么谈下去，那船都得没了。前两天你还爱谁谁呢？哎，这不是该干还是得干吗？该爱谁谁就爱谁谁呗。我把大哥惹急了。为什么呀？那小朵。没事儿，一会儿我替你垫两句话。都是自个儿人。你脖子怎么了？啊，脖子。哎，这别动手动脚的，我是你二哥。英子呢？还睡着呢。把枪拿回去给英子。
枪赶紧还大英子。凉不凉啊？手里那块铁，一会儿粘手上。这是要打死我？啊？昨天徐强跟你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他那不是说话，那是翻脸。小多斯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为什么要杀蒋小朵？什么动机啊？我不知道。咱俩这层关系，加上徐天，小朵不跟自家人一样吗？我和你没关系。没来得及跟你说了，我是想带你和小朵一块儿走。天儿他爸守着车啊，关老爷子不能动我，咱们要能一块儿走。小朵一不走，你就带不成我了。当时是这么想，挺错误，但转头我就把小朵弄死了。我得多操蛋，嗯，青儿，跟我说句实话。从来跟你都是大实话。杀小董的人能找着吗？八成没戏。白死了，差不多吧，死也就死了。实话难听啊，就这么算了。人活着不容易，我要是死了，我也不希望你们为了我要死要活的，赶紧把自己活明白，正经。静好，嗯，你真对我好是吧？凭良心，回头你问问巴琴，我在狱里待的怎么样？怎么待？也是在牢里，也是坐牢。我又没让他坐牢，要放人，我这狱长也不能干了。来来，把枪给我。枪带走火了。打死我你高兴了，你打着自己怎么弄啊？来，给我，快。静好，我要被人弄死了，你也算了是吗？听好了，谁离谁都照样活。我跟你不太一样。哥，大哥，把枪给我，给我。到底想怎么着？男的像女的，女的要死要活的，行，怎么着？打死我还是打死你自己？赶紧的！惯你们家一个个臭毛病。找不见了呢，睡一宿，硌得我是做噩梦，我醒来找半天。走，走，咱上那边去吧。哥，我们先上那边行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我找大哥说两句话。徐天儿，出来。再这样我也不理你了，我哥他招谁了？
比谁都疼小朵，就是那张嘴从来没好话。道义，你吃了吗？没呢，起来就过来了。依给你做。英子，枪给我。给得着你吗？还给大哥。我哥把枪给我了。为什么？谁招我，我跟谁露火。我招你了吗？瞪我干嘛？昨儿你跟我哥来什么劲呢？都不是好人是吧？最多就是两回，要是聊得好的话，今儿一回就能问明白了。田丹资料我都看过，审讯的策略我也都有。少峰也知道，监狱归脚总管着，也怕您为难，所以走咱们兄弟这儿，又有理儿又有面，谁也不得罪。你干嘛也凑这热闹？我干的就是差事啊，怎么叫凑热闹了？那保密局让脚总下个命令，多简单的事儿。怎么让你找我啊？这不是知道咱是兄弟吗？也知道平时我净往您这儿跑啊。平时归平时，田丹的事儿就算了。不是大哥，真是公事儿。平时执行任务都不带你，怎么临走了还有公事儿呢？不是，那是从前。我现在是行动处第四小组组长。哦，是吗？大哥，我跟您说实话，田丹我逮的，田怀忠我办的，上本让我用私人关系进到监狱里边审田丹，其实也是给您一面子。谁知道焦总怎么想的呀？那万一呢，是吧？你上的不还是保密局北平站吗？不，上的是党国呀。我正不痛快呢，好好说话。没说错话呀。党国有罪啊，怎么让你跟我说来了？保密局派遣我的呀，不是真事儿，大哥。大哥，南京来的特派员都是单线跟我联系的。你他妈找凶手了？一个要审田丹的，还准备走吗？哪儿去？出北平南边啊。不是走啊，这不是说好事吗？都他妈组长了，我又不是处长。让你进去弄死田丹是吧？说实话，就审，真的。直接找华子吧，就当我不知道。哎，你帮我投把毛巾。您这手怎么伤了？杀了个人。我说呢，今儿说话都这么冲。有人一再在我这儿找不痛快。谁呀？天儿啊，不能够。来前路上都说了，专门过来给您赔不是的，是吧？行行行，没你事儿，赶紧走吧。好嘞，那我走了。等会儿啊，不跟大英子说两句话啊？李月也不是外人啊。好不容易来家一趟，从来也没听他说过你什么不好。他不是隔壁的吗？我过去待会儿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大哥，昨儿是我不对。姐，你干嘛呀？他撒谎。
谁在话？静好，小朵出事那天晚上，他明明出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把小朵轰走，我前半宿。 一直醒着，听见他出门，后半宿回来的时候，他还在院里跟你说话。说话归说话，那院里头出来进去那么多人，你怎么就听得出来是我哥呀？别人听不出，他我还听不出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和我的事儿。 你跟我哥有什么事儿啊？瑞，不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哥又没说他没出门，有人问他了吗？啊，还不行的有点别的事儿啊？你和徐天说。 那天他就在家，合着你偷听了？我也不想听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三个兄弟，按说我闺女没了，心该往一处想，可你听听金海说的什么话？ 我还跟徐天没好气儿，就他一人伤心。姐，别哭了，啊！家里没蒜了，蒜。 看你们家那骚狐狸去！德哥叫我过来跟你说说话。他的话你那么爱听。说以前在一块过日子别扭，不就是因为这个吗？老拿大哥压我，白天跟大哥一块办事儿，晚上好不容易回家了睡床上，还感觉跟大哥睡一块儿的。我没拿他压你。 压不压你心里不清楚啊？反正我受不了。那不是，过来，问你事儿呢。过来。我哥那天晚上是找你去了吗？哪天晚上？小朵出事儿那天。你问这干什么呀？ 徐天，他觉得是我哥杀了小朵。啊，扯淡的吧？脑子进水了吧？他？那我哥为什么不让我说他晚上出门了呀？不是，找我去来的？真的？真的呀！你可吓死我了！那他手怎么伤的呀？跟我办事儿伤的呀？你看我这脖子怎么伤的？ 什么事儿都让你们知道，不是？那你让我知道这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行行行，没事没事。
为什么流血了呀？这锅都开了，都扑了。你怎么弄的呀？火。红婶儿，借两头蒜。哎，退回来。刀美兰，刀美兰，铁林在吗？问你话呢，徐允诺说在这儿呢，在我院里。走。过水吗？别过，大冷天的。帮我一下忙。哎呦，嚯！妈呀，够笨的。那，给你。不是，要不然你先吃一个。先紧着你。行。那是菜码，自己加去。没蒜了啊。不吃蒜，以前老爱吃呢。宝贝儿不让吃，嫌嘴臭，我就戒了。为他，倒是什么都能戒。哎呀，行了，都离了都三年多了，这不都过得挺好的吗？是吧？铁林，啊，他好还是我好？有酱油吗？啊？他到底哪儿好啊？嗨，就那么回事呗，凑合着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没事你得来看看我。我过去了，你没过去呢。这什么酱？咸不咸？咸不咸？你尝尝我就知道了。嘛呢？二哥，昨儿话说过了。没别的意思，没别的意思吗？您别往心里去。我没往心里去，你也别往心里去哈。我得见天的。他是神仙啊，啊！现在北平的人比什么时候都杂，北边下来的跟咱们比，他差不多算神仙。昨晚上我看了他材料。二哥的材料，大哥的话得听进去。这女的眼睛勾人魂，见多了不好啊。您想多了，勾不着我，心里就小多了。你想多了，我说的勾人魂是你的魂吗？二哥能见，我怎么不能见？你偷那换钱的人炸了，柳爷想吞咱们钱，别再拿女人的事烦我啊！英子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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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英子，啊！英子，咬我！不打了，够了！英子，哎呀，别打！跟这打谁呢？大哥，你不知道他昨天去顾山宝那儿了。还提，又提这事儿，一天到晚就这点事儿是吧？一天到晚就这点破事儿，你贼不走空，你偷着偷到前妻这儿来了，你快跑回来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我哎，嘛呢？
铁林，这是你结发啊。换媳妇可以，但是得管住了，赶紧领回去，别现眼了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还不走啊！走啊！走什么走？跟我回，跟我回！哥，闭嘴！我告诉我妈妈，为什么你要打我？做新的，这不有吗？不吃那个，做新的。行，我添火。说的话不中听，你把他们从耳朵掏出来，当我没说啊。你骂死我才好呢。不骂你了，这面得重新赶，等得住吗？我想多待会儿，看您赶我了。那天晚上没往外看小朵就好了。伙计，再来碗豆汁儿。哎，得嘞。您豆汁儿。哎，你说你没事儿，你跑来干什么？不让进家门的也是你，到处找着的也是你。我昨晚上在徐先生那睡了一晚上，今儿一早起来上大哥这儿找大哥说点事儿。真是说事儿啊！我要去大哥那监狱里边审一女工党。大英子屋里干嘛呢？没干嘛呀，他拉着我也要跟我说点事儿。都离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徐天觉得小朵是被大哥给杀的。
你说我跟你说这话，你又不信。那就是英子跟我说，小朵死那天晚上，大哥后来也出门了，还瞒着不让说，问是不是去找我去了。那我能说什么？我只能说是啊。大哥能杀小朵吗？脑子都怎么想的？这帮人，说不定能。你扯什么呢？你扯。铁林，你不觉得金耳瞧不上我吗？不能够，你今儿要不找大英打架，十天半个月都见不着一面。以后跟大哥和大英子一块去南边，日子怎么过？又不在一屋檐底下过。我嫁了窝囊废呗。别这样行不行？听好了。金海瞧不上的人是你。昨儿挨一嘴巴，你没看见？今儿挨一嘴巴，当你面扇呢？你觉得那是扇我呢？我是你媳妇儿，扇的是你。小朵死了，菊店觉得是金海杀的，不吭声是吧？金海当着你面打死我了，也不吭声是吧？哪儿跟哪儿的事儿？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像个爷们儿？香烟，卖香烟喽！香烟，香烟。还要算吗？嗯。嗯。道义，你说，如果小朵没走，以后有天会不会烦我，又不好意思跟我说呀？他怎么会烦你呢？我吃蒜他就烦，又不好跟我说。你和小朵处多久了？两年多点儿。怎么起的头？有位在宣武门城楼子上，也没什么头就好上了。他没我行，没你不行。我肯定找着杀他的人。往后就这事儿，能多往后。静儿说的对，谁没了谁，照样活。您不用拿话激我，就算小朵不是我女人，我还是个警察，人死在我弟这里。现在这世道，谁还管这事儿？都寻摸着走。我不走。我也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。静海算好人吗？大哥是好人。多好。他能为我死，我也行。那你怎么觉着小朵没了这事儿和他沾边？想差了。跟田丹话没说透。田丹。静海关着的。他能断出谁杀的小朵？
怎么可能呢？都不认识。前两年，上海一个夜总会包厢死了三个人，事儿都过去半个月了，他去现场坐了半宿，酒保舞女挨个问一道，第二天杀人的找着了。碰上的吧？别的案子更邪乎。他是共产党。共产党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小朵老坐那儿是吗？嗯。这一张桌子为什么就配三个口碑一样？来北平就仨人，我、小朵和他舅。这凳子改明儿换成椅子，以后来了我坐着。往后，我要是想小朵了，就来这儿吃您的面，行吗？小朵什么时候入土？过了头七，咱们就去司法处把他接出来。道义就指你了。您什么也别琢磨，琢磨也没用，在家听听匣子，别伤身体。匣子没电了，下回来我给您带电池。行。二哥来了，老大。二哥来了，二哥，哎，老大，大哥在吗？来了吗？刚来，跟他说好了，进来审人。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
现在是最好的天气，深月太阳里我不用找你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走的？我记得我把心命交到你手里，我记得你有些不高兴。我们不是陌生人吧？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